手机掉里面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可以顺便试试好不好用啊？试试好不好用啊？你们在台北啊，在哪里啊？我在南部。台南的台湾南，对对，台湾南部的。你们直接飞到上海？对，直接飞到上海。好像你们这边过来好像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机，只要拿到台胞证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有，我们这边去你们那边好难的。好难的。麻烦。知道吧？嗯。这个啊，还有。